知，幻想有边际。爱情存心当成游戏，不懂得什么是真心，为何在失去你之后才发现问题。如果你愿意，我绝不会再错过你。Come baby， 你是否愿意？我会付出全心和全意，和你一起去找寻幸福甜蜜。忘记，趁一切都还来得及，彼此珍惜。这么说，是你那个前任女朋友捣乱？她只是断章取义而已，小桃误会，在所难免。哦，怪不得她把你跟小桃之间的关系非常热情地介绍给我。我和小桃认识，是她告诉您的？是。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虽然是因为生意上的事情，但是我对你的印象还是挺好的。谢谢伯母。我跟罗氏合作的合约已经签了，你看到了吗？我看到了，非常感谢你。不用感谢，其实是你们公司有这个实力。如果我是一个只顾个人感情不顾利益的人，那我今天就不会做到这样。非常感谢您就事论事选择罗氏。哦，就事论事是我的原则，但是当初那件事情我还必须向你道歉。其实那天我跟你说的交易是建立在对罗氏已经有了一些了解的基础上，最后就算你不跟小桃结婚，我也会选择你们罗氏。罗氏很有实力，那会儿我太想得到我的女儿了，看你跟她走得那么近。其实我明白您的心思，那时我知道您有这个实力，之所以会答应，是因为我和小桃一点感情也没有。我想我们双方都动用了心思，到头来利益方面我们可能都满足，但是我们却失去了真正想得到的。当时我以为我根本就不可能喜欢小桃，所以今天才发现很多事情不能早早的下结论，有些问题，有些时候我们连自己的心都不了解。伯母，我不知道你跟小桃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想要挽回小桃的心，我们会花上一番功夫。我的可能性要比你小很多，但是我还是有信心。你呢？从小到大我对任何事情都有信心，但是这件事情我真的没有信心。不过就算这样，我也会尝试一下。好，生活上我们互相帮助，在事业上我们互相鼓励。伯母您放心，小桃是个善良的女孩子，她一定会理解您的。你看我刚才打的就是这个号码呀。还是没有人接啊？啊，哎呦，有的这真是急死人了。我再试一下啊，我试试这个号码。好好好，再试试再试试啊。哎呦，怎么办呢？你先别急。哎，桃儿！哎呀，小桃儿，你回来了！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怎么不接呀？没事吧？没事儿，怎么了？你杨康离家好几天了，打电话也没人接。
不知道去哪儿。他手机关机了。就是啊。所有的朋友，我们只知道家里的电话，手机号码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呢？没事，别急，我有齐亮的手机号码，你们等等啊。杨康，哎，帮主，你这是干嘛呀？你这是怎么了？搁这儿，这就打算全部卖掉了？买家已经联系好了，一会儿来拉东西。店呢？不要了？要不起，我还能帮你撑两天。没有意义，来来，帮忙帮忙。帮忙啊！啊，杨康，你前妻接还是不接啊？不接，他肯定跟我爸妈在一起。跟你爸妈在一起怎么了？就是呀，哎，他怎么给我打不给你打呀？我关机了，我打算跟家人脱离关系。啊？他们不接电话，应该是在一起的吧？否则齐亮没有理由不接我电话的。那怎么办啊？啊？哎，怎么办啊？别急，别急，会有办法的啊。是啊，杨康都已经是大人了，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的。我知道他们住在哪儿。这样吧，我去找他们，你们就在家等我，好不好？哎，小桃，要不阿姨跟你一块儿去吧？哎呀，你就别跟着孩子了，有消息他会告诉他。咱们还是回家等吧。小桃，那阿姨就拜托你了啊。行，阿姨你放心吧。行，那有消息马上给我们打电话。哎，行行行行行，你们先回去吧。哎，有消息打电话啊。行，哎，我们先回去了。哎，别喝了啊，有事说事，光这么喝也解决不了事情。已经解决了。都解决了？对啊，通通解决了。所以呢，今天你们随便吃随便喝，这顿饭的钱绝对不是借来的。不是借来的，是你变卖家产请我们吃的。我已经没有家产了，我已经不属于我自己了。哎，你还没喝就醉了？现在我属于国家，我是国家的人了。说什么呢？脑袋让火星人给敲了吧。我怎么觉得他快哭出来了？天快要哭出来了。去哪儿啊？尿急。肾不好，才喝几口。你肾好，你是帮主，你肾都比我大啊。在天都路口的大排档，来，老板，再来两瓶啤酒。哎哎，不要了不要了，别喝了别喝了啊！我不会醉的，最近酒量见长。记得我第一次去我岳父家，他把我灌，那叫一个悲催。现在让他跟我拼酒，他根本不是我对手。杨康，好像在酒量上拼得过你岳父，他应该不大高兴吧？啊？他可高兴了，你不知道，他好酒，
好酒。我跟你说，老雷，他虽然在这个喝酒上呢，你们俩都喝不过我，他能喝得过吗？杨康，吃菜。吃什么吃？跟你们说话呢。老雷他不能喝，他现在拼酒他绝对不行。超凤啊，我跟你们说，那个老雷，这是男人的世界。嘘，杨康，杨康，妈，我现在是有老婆的人，不对，我是有前妻的人。找死啊！我发现最近我老年痴呆了，老出现幻觉，老觉得杨小桃在身边。你这老年痴呆应该去查查，学名叫做相思病，或者查查那个叫珍惜眼前人。哎，你俩干嘛去？嫂子，你虽然跟咱们家帮主在法律上已经那个啥啥啥了，但是在我们心里啊，你永远都是我们嫂子。一日为嫂，终生为嫂。走。我是货真价实的地球人，不必怀疑。老板，给。哎，好。发什么呆呢？赶紧回去吧。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巧遇呗。哎，你爸妈真的担心坏了。你。哎，走了。你走吧，我们不同路。走吧，走吧。姑奶奶，我亲自找上门，你还拽上了是不是？我知道你肯定是遇上麻烦了，不过生活不就这样吗？一会儿你找麻烦，一会儿麻烦找你，这找来找去不就成了生活全部了吗？你今天跟我说什么我都不会跟你走。谁要你跟我走啊？是你爸妈拜托我。我代他们谢谢你。再见。不，再也不要见。梁康，你跟我耍酷是不是？我没那心思。那你有什么心思说来听听。不想跟你说。那你想跟谁说？谁也不想。你走吧。这样吧，我们交换一个条件。我只想让你离开，请你走吧。假如我把孩子的亲生父亲告诉你呢？我不仅没那资格，我也没权利知道。杨康，谁把你魂换掉了是吧？这还是你吗？不是我，我是你的路人甲。你走。这人啊，要是往下摊，就连联合国救助团来了也没有用。说的正确加没错，我就这怂样了，你请回吧。扶不起的阿斗，还以为离婚能刺激到你振作起来，像个男人一样呢。你对我期望太高了，我要是个男人，连石头都能开花了。走吧。姑娘，你怎么了？我肚子疼。肚子疼，那我扶你去医院吧。哎呦，哎，小心啊！哎，怎么了？哎哎，怎么了？你怎么了？我肚子疼。那怎么办？赶紧去医院吧。走。儿子，不，手机。哦，
是小桃发的吗？你说呀，你说你非得急死我呀！这臭小子，等他回来，非打死他不可！哎，你干嘛呢？看风景啊！我的车后正在上演一出无间道，哼，叛徒！我明明是正义的卧底，是好人，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叛徒啊？杨康，约。虽然我们离婚了，但还是朋友，是不是？不是，跟我杨康在一起，要么是夫妻，要么就是路人甲乙。今天你是孕妇，所以就算是路人甲乙，我也会救。谢谢你，路人甲。不用谢，路人乙。坐好了，下坡了。我这个马达啊，是全世界最先进、最高端的，请地球人系好安全带。安全带在哪儿啊？哎，安全带是您生命的保障，但是现在请你抛弃它。为什么呀？因为我要让你体会到飞翔的感觉。呀！耶！怎么了？好像要下雨了。哎，咱们换公车吧。这儿离你家近，要不先回你家。怎么了？你先下来。小桃，之前呢，我是不想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是夫妻，确实没有关系。但是，那是法律上的规定。在情感上，我一直都认为你是我媳妇儿。先回家吧。我是不会回去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应该替你爸妈着想啊。我就是替我爸妈着想，我才不能回去。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你连你爸妈都不顾了？不是不顾，反正我跟你说什么，你也没必要知道。以后呢，好好过日子。等我回来了，你要是再给我机会，我一定。这招不能总使吧？咱们的错误呢，之前看是个错误，现在看是件好事儿。总之，你不会有麻烦。杨康，我。哎，我说你这戏怎么演得越来越逼真了？我告诉你，今天。就你使什么计，我都不可能跟你回去。小桃，你不会来真的吧？小桃，小桃，来，咱们去医院，走。原谅我曾犯的错，我会一直为你等待。媳妇儿，你还能坚持吗？能。媳妇儿，再坚持一会儿，等会儿就到了，马上就到医院了。在，我在。我会不会这么死了？别胡说，你是谁啊？你是雷小桃，打都打不死的。万一我要是死了，你给我好好照顾孩子。你说什么呢？你在，孩子才能在啊！快回答。如果现在出现，连孩子还是要大人，你怎么回答？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能想问这个？回答。还用说吗？当然是要你啊。你是真心这么说的？是，当然是了。没有你，我要这个孩子还有什么意义？师傅，喂，这是我媳妇儿，她快不行了。还有多久才能到医院啊？是你媳妇儿，我看出来了。年轻人，别着急，马上到啊。师傅，我不是他媳妇儿，我是他前妻。看上去年纪不大，
他阅历倒还蛮丰富的吧。师傅，麻烦你看快点，谢谢您了。好嘞，坐好了啊。马上到了啊，马上到医院了，再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嘘，怎么回事啊？没事，已经没事了。转。门的事还好好的，怎么回事啊？医生说太累了，让他好好休息一下。那电话里咋呼什么呀？那会儿医生说的也吓人，不过现在好了，没事了。哼，你看，那么大的人了，还玩什么离家出走？哼，啊，啊，这没你事儿，你走吧，小桃有我照顾吧。岳父，伯父，今晚就让我陪小桃吧。凭什么呀？因为明天我要去很远的地方，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你要出国啊？要是出国就好了，想回来就回来。哼，你可真行，要是用得着你的时候，你越远走高飞。是没人需要。少装，哼，这大人我养了20多年，我接着养，我也认，我凭什么帮你养孩子？您承认孩子是我的？有的我不承认吗？啊，都快当爹的人了，孩子们不着调。哼，岳父，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哼，你不是要走吗？你不是要远走高飞吗？那不是因为没有牵挂吗？这上有老，下有小，我上哪儿去啊？谁是雷小桃家属？不是，我是。哦，你在上面签字。签字？签什么字？有流产迹象，可能需要手术，你先把字签了吧，情况不是很乐观。像电影反复播放，墙上的钟摆滴滴滴答。能不能让我见他一下？我想征求他的意见。他说你是孩子的爸爸，让你做主签字。哦，对了，如果出现保孩子还是保大人的情况，我要大人。认识两个月还没到，不存在这个问题。
什么？不过已经没事了啊，没事了。小罗，你是伯父心目中最完美的女婿，可惜伯父没这命啊。我才刚开始追求您女儿，您这么快就对我失去信心了吗？这不是信心不信心的事儿，这是命。我不相信命，我只相信我自己。伯父，我先走了。怎么都挤一块儿来了？你说这要先来该多好啊！哼，看看，开车都这么潇洒。哎呀，那我爸昨晚就知道了。对啊，要不然你一夜没回去，他不得担心坏了。那你告诉他我没事了吗？当然，我跟他说出了一点小事啊，但是我说得很轻。刚才医生说了，幸亏我身体好，养两天就没事了。你可不能仗着你身体好虐待我儿子，听到没？来，喝一口。真不要脸。谁跟你说一定是儿子？女儿也行，这不说得顺口了吗？到时呢，我还真希望是个女儿，长成你那样啊，然后呢，我把她的性格培养成我这样。哎，凭什么把她培养成你那样？我性格就不好了啊！啊，不不不，你性格太好了。你说你人长得好，性格又好，这不是太完美了吗？这世界上有一个完美的你就足够了。再说了，这孩子呢，不能让他更完美，得让他吸收教育，慢慢的长成自己的完美。你觉得呢？嘿，这一夜没见，咱刮目相看了啊！嘿，其实呢。我的优点挺多的，就是你跑得太快没看到。那也是被你气跑的。哼，我现在还没回去，还跑着呢。哦，你等一下啊。哎，去哪儿？我呀，去买手铐，把我的心铐在你的手上。为什么不靠我心上啊？现在你心里早就被另外一个人占据了。那是必须的。哼，等他出来啊，我要跟他一决胜负。如果是个男孩，我就跟他火拼，看看我和他谁对你好。那要是个女孩嘞？那我必胜啊，我跟他火拼 CS。 你跟家里打招呼了吗？打了。啊，那他们不知道？不知道，我没敢说。就我妈那脾气，她还不得急得一晚上睡不着觉啊。哟，还心疼你妈啦？哎，我又不是三岁孩子，有些道理我都懂，只不过呢，自制力不是很强。但是经过这次，没法说，有些感受没法说啊。是。哎，来来。我自己来。没关系，咱儿子看着呢，我呢要在他面前树个好榜样。哎呀，小声点，被人听见笑话咱。这么正经的话他们笑什么？哎，我只答应你对我好，可没答应跟你回去哦。喂，我能留下来就是因为你跟孩子，你还这样，那我坐牢去。哎，还拿这种事情要挟人的？谁要挟你了？要不是因为你，我已经去公安局了。是，我可没抢劫放火啊！等你身体好些，我再告诉你。来，再吃点。你来干什么？喂，小子，问你话呢。谁允许你来看我媳妇儿的？出去。你媳妇儿有法律证明吗？铁证如山，还需要什么法律？对不起，我只认法律。
你认？你凭什么认？你谁呀、啊、你？请不要在病人面前大声喧哗，有本事我们单聊。喂，聊就聊，怕你啊？小桃，你怎么样？没事吧？没事了。原谅我曾犯的错，我会一直为你等待。怎么，浪子准备回头了？是我的就是我的，回不回头也是我的。谁是浪子？我告诉你，我和雷小桃之间不是因为谁犯了错的问题，本来就是我们夫妻闹别扭。别扭？别扭到要离婚？不简单、啊、那怎么样，离婚只是一个手续，复婚也同样。你就那么轻视婚姻吗？婚姻对你来说只是手续的事情，你这么幼稚，怎么照顾好小桃和孩子？你不会连我的孩子都想养吧？连领养孩子的事情我都能接受，何况是他生的孩子。你太不可理喻了，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他是我老婆，那是我孩子。是你不要，是你放弃。我没有不要，没有放弃，是因为误会我们才分开，现在误会解决了，我们即将重新在一起，跟你没关系。在我看来，我们好像在同一起跑线上。怎么样，公平竞争？谁跟你公平竞争？他本来就是我的。你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说，我根本不需要竞争，他是我的就是我的，请你离开。我不太明白，一个即将要被银行起诉的人会有什么样的能力去照顾老婆孩子？你怎么来了？我女儿住院了。你是要去到灵通啊？你口口声声说照顾好我的女儿，你就这么照顾的？我照顾的不好也算是照顾啊，不像某些人扔下不管走了。哎，陈年烂账，你想翻到什么时候啊？就翻到现在。现在情况呢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我以为他跟杨康不可能了，没想到现在两个人要和好了。他一个女人怀孕生孩子，一个人带孩子多辛苦，所以这才想起你来啊。现在一家三口在一起其乐融融，多好。以前我跟你说那些话呢就等于没说啊，作废。你说的倒是真轻松啊。啊，你也见过小桃了，她的态度你也知道，既然这样，我觉得我们还是按照她的意思办啊。她才多大，她有多少成熟的意思？身为大人的你不好好替她把握方向，还任由她自由发挥。她很懂事，从小她就非常独立，很懂事。懂事儿，嗯，她懂事儿，就把自己嫁给这样一个男人。她懂事儿，就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现在还躺在医院里。雷大夫，我告诉你，我没有告你虐待我女儿，已经对你很客气了。哼，既然跟你讲不到一块儿，从现在开始，我要用法律的武器要回我女儿。你居然查我！既然要战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这不是战斗，你这是侵略，是掠夺。随便你怎么理解，最后胜利的是我就可以了。我告诉你，这件事我自己来处理，跟你没关系。我也没说跟我有关。你是不是想跟小桃讲？我警告你啊！我没你想的那么卑鄙。你这人怎么这样？天下美女多的是，你又有钱，虽然长得也不赖吧，啊，为什么非要逮着我老婆不放呢？还逮着个有妇之夫？我说了，我只相信法律，法律证明我要追求的女人是单身。杨康，我真的很敬佩你的勇气，马上就要去坐牢了，居然还敢在这里跟我斗。我从来就没把你当对手，因为你从来就没有资格做我的对手。本来想好好和你较量一回，
毕竟孩子是你的，这让你占了极大的优势。但是，你就要去坐牢了。我都不用动手指，你就得自动退出。我们等着瞧。我该不会激发你的斗志吧？20万，怎么还啊？我已经忍了你太久了，20年时间，就算一棵不成器的小树，也应该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了。哼！可是你呢？20年前你就是根草，现在，哼，还是一根草。哼！你怎么跟女儿说的我？我懒得去问。但是现在，女儿把我当敌人，这应该归功于你吧？谁让你这么多年一直不出现呢？你有必要说我死了吗？说你死比说你还活着好啊！啊，你想想，我能跟他这么说，你吃不了苦，我跑了，能吗？你没本事给我创造好的生活，我自己去创造，犯法了。我没说你犯法，我是就事论事，实话实说。实话实说，你敢跟女儿说你赌博吗？你喝酒吗？你打我吗？你说，你欠债，让人追到我娘家去吗？你为了抢走我的养胎钱，差一点摔死我吗？行了，我懒得跟你说，要不是为了我女儿，我……跟你的礼数已经全部用完了。既然这种方式不能帮到我女儿，我只有换一种方式了。这么多年了，你当年的脾气怎么一点也不改改？我的女儿雷小桃是很有主见的，她不希望别人来改变她的生活。那是你没本事改。我不想用这种方式结束这件事情，但是你也只配用这种方式。我告诉你，多少钱也买不走我女儿，不管你有多少钱。杨康呢？不知道。你们不是一起出去的吗？是啊，然后我们一个奔东，一个奔西。我们本来就不是一路人。你该不会是给了他一大笔钱，把他逼走了吧？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吧？早上，难道你就吃这个吗？有什么问题吗？我只是觉得太没有营养了，从明天开始早餐由我来负责。哎，听彤彤说你从来不做早餐。少说话。凭什么你负责？就这么定了。凭什么你就这么定了？罗毅，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在你做了那么多卑鄙事情之后，你还……我……哎，他做什么了？嘘。等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我会跟你解释的。但 baby 这个词不是用在我身上的。你就是 baby， baby 还被人说了。 baby 这个词发明出来就是为了形容你的。 baby 就是 baby， 你说发明 baby 这个词的人怎么就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个 baby 的你呢？你还在恨我？恨谈不上，我怎么会恨一个小人嘞？大人不计小人过嘛。那你的意思是说已经原谅我了，多多，在将眼前这个小人拉出去埋了，活埋。这，我接个电话。喂，啊，啊，您说，您说。我，啊，哎，你看看这个人啊，越来越嚣张了。
哇，可不可以不要这么酷啊？啊，花痴啊！啊，罗毅啊，伯母，真是幸亏你告诉我这个消息，要不然我真没办法狠下心跟他爸说清楚。怎么，真的要走法律程序了吗？他一个人在吗？对，我现在下来买点吃的。哦，东西我都带了。好，不用买了，谢谢伯母。我们走吧。伯母，他现在身体不太好，是不是先不要说这些事？我不说，今天就过来看看。他现在还是很抗拒，跟他说什么事情他都听不进去。我放了东西就走。只为你等待。